妈三叶草来，气球解决了，等等啊，这波好像要全路操作了。没关系，我应该操作的过来，留下一个三叶草没什么用，我也不用。而且我这个二爷不能去吃面前的冰车，冰车他并不会和我二爷干架，万一一个加速直接挤到我家里去了咋办呀？这个坏了，下路这边没反应过来，让这个大爷跑了。不过没关系，这还有两个刚好就够用，哎，这就没事了。剩下的话就是看这个红眼了，能给什么机会，这很关键。我说实话，上下两路还有机会，到时候炮灰出来可以拖延住这个红眼的时间，可以趁现在。那还说啥呀？那这还有啥说的呀？一个地刺王来了，拖延住红眼的同时秒掉面前的冰车，扔小鬼没有用。那红眼一干掉，下路大爷拿下了，那就刺